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熊的频道。现在呢，我在纽约的漫画节现场。我继续画我的蝙蝠侠系列的 commission。这次呢，我将画都藤女，这就是我的这个以前画过的都藤女。这张海报非常受欢迎。都藤女是蝙蝠侠角色里面一个非常知名的角色，也非常性感而闻名。她是一个疯狂的环保主义者。他认为植物呢比人类高尚，能够操纵植物。这个形象非常流行，并不是说因为现在环保主义的流行，而是那种激进的环保主义者。他是一个，他是个科学家。一次呢，因为中毒呢，就感染了植物上的这个毒液，于是他就可以操纵了各种各样的植物。他是一个爱上蝙蝠侠的这么一个女人，但是他非常邪恶，以绿色为主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画这个人气颇高的都藤女。好，嘟嘟嘟。
Thank you.